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。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坐而起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，有轻有重，有一生受福，有十生受福，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，是事云何？唯愿世尊为我说之。尔时佛告地藏菩萨：吾今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，如当谛听，吾为汝说。地藏白佛言：我一世事愿要欲闻。佛告地藏菩萨：南阎浮提有诸国王、宰府大臣、大长者、大刹利、大婆罗门等，若遇罪下贫穷，乃至聋残喑哑、聋痴无目，如是种种不完具者，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，若能具大慈悲，下心含笑，亲手便布施，或使人施，软言未遇，是国王等所获福利，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。何以故？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完具者发大慈心，是故福利有如此报，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，何况衣食受用。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，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，供自银伴供养布施，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，受圣妙乐。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。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仙佛塔庙或至经像毁坏破落，乃能发心修补，是国王等或自营办，或劝他人，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，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。如是他人同布施者，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，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，以此果报无量无边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，若一念间具大慈心，布施医药饮食卧具，使令安乐，如是福利最不思议，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，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，毕竟成佛，永不堕恶道，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。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，祸福无量，更能回向，不问多少，毕竟成佛，何况示范转轮之报。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，毛发沙尘等许，所受福利不可为喻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、菩萨形象、辟支佛形象、转轮王形象，布施供养得无量福，常在人天受圣妙乐，若能回向法界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。复次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，发音众心赞叹恭敬，布施供养，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，若能回向法界，其福不可为喻。复次地藏，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心者，布施供养，瞻礼赞叹，恭敬合掌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，修补营礼，或独发心，或劝多人同共发心，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，
谭越之人常为伦王，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，复赐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于佛法中所种善根，或布施供养，或修补塔寺，或装理经典，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，如是善事，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，百千生中受上妙乐。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，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，舍一得万报。是故地藏布施因缘，其事如是。